凌晨每天晚上9点半准时下楼倒垃圾，我正好找他有事。凡人，林老师几点倒垃圾你都知道？你们俩都什么程度？什么呀？刚刚吃饭我都看见了，你俩一直发微信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刚才是在跟我的同事左岩发信息啊。你骗谁？你都骗不了我。真的，我是找你有正事儿。 我承认啊，林老师他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性感，但是欣赏归欣赏啊，我们林老师只能远观不可以亵玩，知道了吧？哎，挺好了啊，团结我去了，为我的沉睡画实地取材。哎呦，什么呀？我真的是找他有正事儿，不要乱传我和林老师的绯闻。跟你的林老师解释吧。 左岩的生气大礼包。当一个人总是不由自主的在等另外一个人的消息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恋爱了。 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不可亵玩，不要亵玩。在念咒呢？我扔垃圾。你手机呢？哦，我手机忘在楼上了，没拿。 我整理了一些左岩喜欢的、讨厌的东西，发给你了，你可以借着这次团建，对他进行定向刺激。那个师傅，这件事情我还想着说跟你再讨论一下。他不去了。严姐的妈妈给他安排的周六相亲，正好跟咱们团建撞时间了。我想要不咱们团建改天，迁就一下严姐的时间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万一严姐不来，咱们不就白安排这个团建了吗？解决他的问题，首先要他从主观意愿上进行配合。 如果连第一步都迈不了，那谁也别想帮他。干嘛用这个眼神看我？师傅，你都跟严姐共事3年了，居然还能从纯理性的角度来分析。什么意思？说我冷血啊？我说的你很理性，谁说你冷血了？我可没有说你啊。喂，早点回去，你没带手机，不安全。 关，不可以亵玩，不可以亵玩。左岩，团建你确定不参加了？我家里有点事儿，这周六真没时间，要不改下周六。当妥协成为习惯，是件很可怕的事，可这并不意味着。 真的改变不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你的终身大事。哎，你要是跟他成了，还可以跟他一块儿移民英国。你现在有机会，你一定要抓紧啊！ 当妥协成为习惯，是件很可怕的事。可这并不意味着真的改变不了。我一直怎么跟你说的？选择很重要，选择很重要，但你的选择应该由自己来做。那我选这杯，这杯呢叫做新加坡司令。你选择了这杯，打破束缚的酒，打破束缚。 你也学习心理学，应该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化于心，不能外求于人。共事这么多年，我了解你。
你内心具备一个强大的本我，就像一头野兽，你应该把它放出来，让它引领你真正的内心向前走，去做选择。您好，您团队的房间都已经为您预留好了，这是你们的房卡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啊，这位，来吧。我算是发现了，草药枕头，草药香薰，妍姐最讨厌的都是她妈妈最喜欢的。好了，房间搞定。嗯。孙可乐已经跟餐厅沟通好了，今天晚上的聚餐，从菜品到音乐，全都是妍姐最讨厌的风格。潇潇，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到温泉酒店，你快到了吗？林老师，我们快到温泉酒。非典型双鱼宅女，发呆大赛冠军。这个落落家，铁树开花了。潇潇怎么什么都跟阎洛讲，把我也画进去。对啊，大概还有5-6分钟吧。把墨镜戴上，山里面阳光刺眼。谢谢。嗯，那你呢？我。您的水，哎，谢谢。您好，您的水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瑞哥，你平时不都徒手擦快递吗？怎么连个瓶盖都你擦？您好，您团队的房间已经预留好了，这是您的房卡。嗯。好，谢谢。不是，你不是起晚了吗？怎么先到了？妍姐呢？妍姐不是说她有事来不了了吗？你喝水吗？啊，不喝。哎，那不是妍姐吗？医生，妍姐，妍姐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到了就不算晚。